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愿世间快乐多过于悲伤，愿世间温暖多过于孤单，愿世间光明多过于黑暗，愿世间和平多过于征战，愿世间感恩替代了责难，愿世间谦逊多过于骄慢，愿世间慷慨多过于贪婪，愿世间良善多过于邪然，愿天空保佑最初的蔚蓝，愿心量如海被点点拓宽，愿生命随缘聚散，随遇而安，万物都回归。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当愿众生，当愿众生离苦得乐，离苦得乐，同成佛道，同成佛道。今天有另一个主题，就让我看到了，叫慈悲的力量，非常好。因为事实上佛教的精髓乃至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成佛，那就是为了这两个字慈悲，也就是我们讲的救苦救难，要让所有众生都没有痛苦，得到究竟的快乐。所以特别我们大乘佛教 有各种的经典理论，包括修行的仪轨，各种的法门。那老实说，就我个人来说，什么法门都好，就是希望从这个法门你懂得展现慈悲去帮助别人，而且你必须好像被认为你是一个慈悲的人，这才叫修行者。我就要有一个出名的故事，有四个禅修者在河边打坐，第一个修的是解脱的四圣谛，第二个修的是十二因缘法观生灭因缘，第三个很认真的打坐修空性菩提心，那第四个年纪比较大，坐不住，一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。那等一个早上过去了，另外那三个禅修者就问最后那个老的，他说：“我看你都坐不住，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根本没有在禅修。”那那个老的说：“啊，你们都没看到啊，因为我一坐下去，就看到一只虫掉到水里，我赶快就给它救起来。等我要打坐，又看到另外一个虫又掉下去，我都把它救起来。”哇，你们三个眼睛闭了都没有在修啊，都没有看到啊，这很奇怪。第四个才是真正在修行的，因为他充满了对世界外在事物的悲心，那才是佛教的精髓啊。同样在中国佛教也有一样这样的故事，有一个老和尚有四个徒弟，
那老和尚很久了，下山看他几个徒弟做得怎么样。结果第一个徒弟的报告，他说：“师父，你看我把寺庙盖很大，还要盖第二间。”老和尚说：“嗯，你有成就。”然后呢，二徒弟也来了。那二徒弟说：“师父，你看我写了这么多佛教的书，很多人都在看我的书啊。”老和尚说：“你很有成就。”那第三个说：“师父，哦，我到处讲经说法，很多人喜欢听我讲课。”老和尚说：“嗯，你也修得很好。”结果老和尚就问：“哎，那你们第四个跑哪里去了？”他们说：“哎呀，第四个最没用了，每天边哭。”然后呢，那他们就比外面，结果第四个在那边哭，老和尚走过去，就看他，他为什么哭？还坐在那边啊，师父你来了。啊，师父说：“你为什么哭？”师父说：“你看地上蚂蚁那么多，我看到他们好可怜哦。我只要看到他们，我就一直为他们念佛，希望他们赶快脱离畜生了。”结果老和尚来抱了第四个说：“你才是我徒弟。”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说，大概你就知道佛教的教育的目的。我想不管你修力度母非常好，但是你要像力度母一样的有悲心，看到众生苦你要掉眼泪。所以你修四倍观音，不管你仪轨背的多好，经典研究了多少，如果你没办法去拥抱众生的痛苦，去就像一个妈妈疼自己的独生子一样的感受，对方一痛苦你心里就会痛会疼，那这才是修行的力量，这才会 展现慈悲的力量。所以佛教的修行，如果你有这样子的 爱心慈悲心，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不好的消除掉，甚至你就可以开始一直产生一种新的力量态度。所以这是最基本的，当你一慈悲的时候阳光就起来，当你一慈悲的时候黑暗就消除了。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我今天来参加法会，或是我在看佛经，或是当我看到受苦我才想到慈悲心，这还不是真正的慈悲心。慈悲心有一点像钓鱼的人，他时时刻刻看到那个浮标有没有沉下去，因为有鱼了。就像一个做生意的人，他24小时满脑子在想钱在哪里。所以意思是说，如果各位要修慈悲心，要把它当作你的呼吸了，变成你的生命了，这样。所以佛教会说，每一次呼吸，意思是说活着要干嘛？是要给众生快乐，是要帮助众生离苦，啊，必须要一直练习。所以不管你吃饭、走路、穿衣服，都要想到众生，要把它养成一种习惯。当然，各位最好观想自己变成四倍观音，四只手就代表阿弥陀佛的慈悲喜舍，叫四无量心，也代表阿弥陀佛的四种颜色的莲花，去接引所有受苦的众生，那么让他们坐在莲花，引导他们去极乐世界。所以任何一个生命都可以离苦得乐，同生净土，那你也变成融入这个观音菩萨里面去帮助众生了。脚趾头、手指头、身体都一直流出甘露，满他们的愿，然后就一直升起这样的心和念阿弥陀佛。如果你很喜欢动物放生，那你要特别观想，现在你是充满能力的观音菩萨，所有要被杀的牛，所有要被杀的猪、羊、鸡，你都可以马上把它救出来。然后呢，救出来以后啊，让他们呢也都能够去极乐世界。你要这样相信啊，所有可怜的都得到帮助了。反正就是你要认为你就是一个充满慈悲、无所不能的观音菩萨，他们什么样的苦，你都可以把他救他。所以等一下我要看各位有没有力量，你不能坐在那容易都要死要死的，然后呢痛苦的样子，然后你要真实，我就是观音菩萨，这个人很坏，
我这样念 Om Mani Padme Hum， 他就会变好心。这个人要去强奸女人，我这样念 Om Mani Padme Hum， 他会变成很尊敬别人。你要有这个信心，然后念出来，甚至你每一个毛细孔都变成一个净土，就会流出所有净土的功德，然后来引导所有众生进入你的毛细孔，进入阿弥陀佛，进入不动佛的世界里面。希望大家多这么练习，特别在中心里面，我们四面八方左右都是慈悲的佛菩萨。当你用慈悲心一升起的时候，每一个佛像、每一个咒语、每一个圣物都会发光，集中在你身上，然后透过你这个所有慈悲的力量，又去帮助所有你看得到的、想得到的，他们都可以离开痛苦。就像一个小孩子在叫妈妈，当你一升起慈悲心想帮助众生，所有的佛菩萨祖师心都会痛，他会马上感动，然后就把所有的慈悲心的力量就灌在你的心里面，你的生命，然后你又开始去帮助所有的众生，那所有众生也变成离苦得乐快乐的菩萨，所以百千万亿的慈悲心又来加持你，然后你又去帮助众生，而达到所有世界，我们大乘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种圆满的状态。简单的说，就像这个灯，我们只负责慈悲心，它就打开了，那电力公司的力量就会进入你，然后呢，你只要保持慈悲心，这个光就永远在照着，这个电扇就永远在吹着，这个冷气就永远在吹着，这个就是大乘佛教的修行方法。就像我现在坐在这一尊，我可以说是全美国最庄严的，哇，释迦牟尼佛，觉沃佛。我坐在这边，我现在变成觉沃佛，你相信吗？因为我相信，因为我的动机，我只想拥有佛的力量，只要我用慈悲心，就可以把佛的力量展现在整个美国、整个法界、整个地狱道。所以我想，你家里一尊再小的地藏菩萨，一尊再小的莲花生大士，乃至一本经典，你有信心，那这本经典的力量，就像我刚开始学佛，我喜欢读地藏经，我只要出国，这个人头痛，我就把地藏经像圣经一样摆在他头上，那就好了。啊，所以因为你的信心、悲心、经典的力量、佛菩萨的力量就可以展现出来。就像我很喜欢送人家咒语，然后呢，等下也要发给各位一张不动佛。所以这一张不动佛，任何一个生命，包括几百个人往生了，你拿来给他们看一下，阳光闪一下，他们就一定脱离三恶道，愿往生妙喜净土，一定往生。各位一定要对任何一个三宝的加持物有绝对的信心。那为什么要这绝对的信心？因为要帮助，因为要圆满慈悲，自然佛的力量就圆满的展现出来。但有一点很重要，很多人说我这样念就好了，当然我认为佛的力量100%，但是你自己也要尽力。比如说报纸上又写有一部飞机又掉下去了，可能死了100个人，那我呢，我会拿100块美金，至少100块美金，帮这些人做点灯放生什么，一个项目做2块，我有这种表，我尽我的力量布施来帮助你们，然后呢，我来为你们请佛菩萨加持你们，带你们去极乐世界。各位，你相信好了，大部分人都得到安慰，很多就往生净土了。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慈悲真实能够产生力量。那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的自我功德力就是你要。